的离垒距离，所以刚刚那个离垒距离是正常的，但转身要回二垒太慢了。洪春雨，中华职棒的守安出现了，哇，在两出局之后一三垒有人的情况之下，今天先发打第八棒的洪春雨，中华职棒的守安呐，第一支的安打，而且守打点也出现了，三垒上的林志胜被送回来了，这个球呢要还给啊洪春雨啊来做纪念了，这一支一垒安打呢也帮助球队前来取得1-0的领先。哇，那种兴奋的感觉，哇，打出去都在笑了，好像在打再见全垒打那种感觉，哇，所以你看每个选手对于手腕那种。